陈主任，人家今天在片场等了你一个晚上，脚都站酸了。是吗？嗯。那我一会儿要给你好好揉一揉了。<笑>真讨厌。哎，等我电影上映的时候，你可得带你的手下去给我捧场啊。嗯。我手底下百十口的人。 我就让他们住在电影院，循环给老子看。真粗俗！粗的来了。先生，啊，太太和少爷回来了。陈德道，你不说你老婆早就死了吗？啊，这什么啊？这是谁啊？ 还有个孩子，你给我说明白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管，你得补偿我。我不管。吃完饭，妈妈带你上楼，然后给你洗澡睡觉，好不好？怎么啦，重生？ 重生是不是想上厕所？妈妈带你去。喂，是我。